兄弟们，对不住，让您拿着就拿着，我来晚。现在那个排列就剩我爹的那一把好，那块黑板你还记得写的是什么吗？啊，有时候我也会问自己，杨晓峰，你一直坚持的摇滚是什么？摇滚是迎着痛也不停下，流着泪也不服输，不向现实妥协的生命痕迹。